整天都要打扫精灵小屋，好累哦，肚子好饿哦，肚皮耶，真的肚皮耶。啊，听说魔法街的美食展好像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耶。哎，计划经理，你知不知道鸡片有马该好吃的吗？鸡片有马该好吃的吗？哎呦，就是在问你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看看啦。饿，肚子好饿。哎呦 man， 那你觉得我应该吃甜甜圈，还是汉堡，还是饭团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你就是梦的外祖马街。阿迪古，你是说你们是谁？要做什么？对，你才会骂你，我做马给，我保护你们。是我们啦！你们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们怎么戴着面罩啊？对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魔王派坏人来攻击我们呢。不要害怕啦，这个面罩是我跟芝芝精灵刚刚去美食展抽到的哦。没错，想说既然都抽到了，就把它戴起来啊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这样被吓成这样。哎呦，叽里呱啦，你要是突然看到有人戴着这个面罩出现在你的面前啊，一定会吓到的啊。真的，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也是哈。等一下，呀，黑马给咪西很凶哦。阿迪哥，你刚刚在说什么啊？我说这是什么味道，好香哦，你们没有闻到吗？对呀，我也闻到了。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。你是在说这个吗？这个是我和哆瑞咪精灵在美食展买到的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买这烤番薯的时候还可以抽奖抽到这个面罩啊。烤番薯，烤番薯，你勇敢晒，我的口水快流下来了，好凶哦！肚子饿的时候又闻到，哦，这么香的味道，肚子就更饿了，肚皮耶。那我们还聊什么？我们赶快去美食展吃好料啊！好，爹，先还我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哆瑞咪精灵、芝芝精灵，你们两个不是刚去过了吗？所以我们很熟啊，我带你们走，来，我帮你拿，好重啊！没关系，我自己拿就好了。我来，我想吃。鸡片有马鸡好吃的吗？意思就是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嗯，对，我很满意。爱做马鸡，意思就是你们是谁，要做什么？呀，黑马鸡咪西很熊哦。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味道，好香哦。紧不紧？今天的课语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呀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拍过去，拍过。
番薯堆桌上，我一天后买番薯啊，先做些土油，还有五条鱼片菜。爱掉了衣服，鱼片用力啪嗒啪过来，鸭片啪嗒啪过去。